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 CPMTV， 我是这次的主持人嘉熙，让我们一起来留意焦点消息。2019年 DGM 会员大会将在四月头举行，菲拉铁菲教会教会营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国度复兴高峰会将在3月25号至28号进行，还没报名的你赶快向教母同工报名。接下来是有关 BGM 会员大会的消息。这两年一度的会员大会将在4月7号聚会后的下午1点15分进行，而这是菲拉铁菲教会呼吁所有的会员踊跃参与。4月21号当天是复活节，据说菲拉铁菲教会将在当天举办神迹医治特会，而菲拉铁菲教会的会友们已经开始邀请有需要的朋友们出席，敬请大家留意。最后是有关菲拉铁菲教会教会营的消息，这次的教会营落在6月5号至6月7号星期三至星期五在 Bukit Gombak Resort City 进行，而这次菲拉铁菲教会很荣幸地邀请到刘志山牧师夫妇成为他们的特邀讲员。以下是有关教会营的房间配套， Studio Room 可住两人，包括膳食，每人300令吉， Family Suite 可住四人，包括膳食，每人250令吉。Studio Room 和 Family Suite 都可加最多两张床位，每张床位的价格为40令吉。要注意，加床位可不包膳食，若需要膳食，成人每人140令吉，4到12岁孩童则是100令吉。此外，参与教会营的会友可获得 Safari Park 和 Water Park 的优惠价。 Safari Park 成人价格是45令吉，孩童的价格为35令吉， Water Park 成人为25令吉，孩童为15令吉， Safari Park and Water Park 成人58令吉，孩童38令吉。最后，菲拉铁菲教会牧师以及会员们都非常感谢来自台湾的朱植生牧师每一年来的教导和建造。 CPMTV 就到此结束，结束前让我们一起来观看菲拉铁菲教会教会营的介绍短片。